锅里头，先把猪肉煸一煸，煸出油来，兄弟们。把生姜葱锅里头。哎，生姜葱锅里头再炒一炒。这个时候咱们猪肉已经炒出来油了，再把葱姜放进去，更加入味一点。嗨，别皮。来，把香味出来了。香味出来了，来倒一碗，把酱锅里头。好。兄弟们，我们只能买到这种黄豆酱。啊，多来点没事，再来，再来，够了啊，炒吧，没炒，再给它熬个20分钟，咱们就可以开始吃饭了。兄弟们，冲锅里倒。行，这个搅拌搅拌就能出锅了。叔叔阿姨，出锅了。出锅。哇哦，今天这个酱不知道怎么样，看样子还是不错的。准备开饭了，兄弟们。来，我们没有蔬菜啊，只有这个包菜和这个胡萝卜。这是我们做好的酱，哎，一人先来一勺酱，哎，好嘞。先生，还用来酱？还能来多了咸，你知道吧？大洋酱少点，多了咸。再分点蔬菜啊！我要胡萝卜，我也要胡萝卜。都喜欢胡萝卜啊？胡萝卜颜色好看是不是？嗯。啊，包菜也来一点，也好吃。嗯，拌一拌嘛，就算你搅拌搅拌，搅拌。嗯，搅拌搅拌。小猴子搅拌搅拌。开始了，兄弟们，这个酱我放到旁边去。是不是装的太多了呀？我看人家拿碗好拌哈，我们没有这么多大碗了，兄弟们。开始了，兄弟们。今天做的是什么饭？炸酱面。啊，炸酱面。好的，好吃不？那还不错。哎，太好吃了。虽然不正宗，兄弟们，但是我们尽力了。我想的那个酱跟肉炒出来的，对不对？炸出来的肯定不会差的。嗯，哇塞，大洋吃的好快啊，是不是吃不饱啊，大胃王？嗯，再去下一点哈。嗯，哦，太好吃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你不行，你小知道吧？你不能暴饮暴食，人家大胃王长大了，人家吃不饱正常的，知道吧？你先吃吧。嘿，小肉肉可以啊，一开始大家都不敢放这些青菜，现在都知道哇，对了，这个蔬菜以后真好吃啊。哎，别抢，孩子们，这个这地方都糊了，都你拿那个小叉子弄嘛，不能用手。哇塞，这吃的太香了。嗯。
哎，小猴子别抢他的，你给他吃吧。那小猴也不容易，你吃你的吧。嘿，你那手别架住小猴子。吃完了。面条。面条，你去再做吧。刚刚下的有点少了，兄弟们，他们四个还得吃到900克，接近2斤面哦。刚刚煮了大概700克左右。